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看是一整的游戏。我上次跟队伍跟怪物视线相对了嘛，那个房间有怪物，所以我在这完全在房间里面，应该安全吧这里。怎么好像都空了？所以说路就只有一条哦。这有怪物。怎么他突然敲门了？然后我让滑鼠有点快耶，为何？调，算了。他说调亮点，但是还是算了吧。这样超慢的。在这边死了。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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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事？去哪哦？我都会流血，干你骗我！而且我摸一下还不够，我要去摸两次。Case of a missing rod， 那 missing rod 就是那个棒子嘛，需要来。诶，有两个了耶！
好，这边应该就安全了吧。跟！怪物哎、欸，这种情况下，我要怎么闪开啊？在这里吧，这里，虽然说这前几集我都很荣幸没有看过这么遇到怪物，但现在怪物大概是什么东西，血了，然后变恶心了。等一下，我要怎么看我的笔记？我记得这个它是有顺序的，可是我忘了这个顺序。这边啊 ，Trinity Steam Set， 然后 Four， 对，然后 Steam Flow。这个吧，先这个，然后再这个，然后再这个 flow 这个。在怪物开始行动了，觉得我的进度应该会更慢哦。这边会不会有怪物啊？这么亮，应该不会吧？可以把门关起来再说。眼前一堆蟑螂飞来飞去的。这个吧，先是这个，然后再 four face， 然后这样吗？是吗 ？Flow 这个，Steam Flow 这个，就啊，这个是，他说要跟着顺序嘛 ，Steam Set， 对啊 ，Four Face。再看把 flow 放这里，哎，不对，要跟出去来的话应该不能这样。是这样吗？先放中间呢，然后再放这里。
下，这个放了之后再去拉开关。再可以了吧？拉一下，你摸我啊！我有什么需要做的？现在应该只剩下上面这个，又是解谜的东西。纸条上的说明，看清楚一点。If a little breakdown, okay, make sure you use steam engine to build up pressure before adjust the level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pressure inside the chamber. The meter should read up 8 and down 8. 什么意思啊？就说它上面要8，下面也要8。Up 8。该不会是怪物吧？超怕的。上面要8嘛，这是3、3、5、1，这是2，这是4还是7？这是6啊，4吧，应该是4。哦，这是6、5、1、5、2，有6的话，3、3、3、3、6嘛，6就。应该不能，这个这是4、1，这样吧，1、4、1、6、7，超过了7，那是6吧，6、6、8。3、3、6、6，又多一个出来啦，这个会放拉下来放中间了，就你哪里也不要去，这样有可能吗？这个放5的话。这二又多余啦，有这到底有没有不拉的选项啊？像这样不拉，就这样放这而已。5、2、1、5、3、8，8拉，可以吗？这样。变红色了，就说有怪物进来了吗？上8下8 ，Make sure the flow is set according. Note that the machine will not check proper configure until the rope are inserted. 他说机器不会帮你检查是否放对了，除非那个棒子。插入了，放不对吗？这个圆形正方形跟圆形三角形正方形这些形状有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吗？Four face 应该是指正方形吧？等一下，想看 Trinity 这应该是三角形哦。Four face 四个角，然后圆圈 circle。哦，终于。所以呢？这可以拉了吗？还不可以，上面的那个拉把还没有进去。拉把五三就八了嘛。我全部控制在小数字，这样。66336678。可能啊，全部控制在小数字的话，这个拉下来，再拉上来呢，37。这是五还是六啊？罗马的数字我怎么弱啊？吓死我了啊！这样吧，哦，五加一加二，然后二加五加一，这样888，上八下八，88，好数字，好数字。其实这个刚我完全没在用脑，就是随便乱拉而已，就拉到了。幸好可以用猜的，猜要一定的运气。变飞龙了，变身了，变恶心了，被咬了，莫名其妙被咬了一下，嗷，被咬。刚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活着，还真是不简单。门都坏了耶，石头都砸下来了。
Come this way. 来这边。What was that? Forgive me, I should have warned you. One of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 baron is that of a prison warden. This is where criminals are locked up. Like a dungeon? Very much so. Come, don't linger. 然后他说这也是监狱吗？然后阿爵就回答说很接近，很接近是什么意思啊？不就是监狱吗？哎，这些血又跑出来了。这边没有东西可以点吗？跳暗门。拉下来，拖住，这样丢一点，这头也是拖住。清空这个道路，再前进。好暗的啊！然后我记得我油灯快没油了。干嘛？先跑再说，先跑再说。有油了，给我个油。然后现在神志不清。我要等画面可以清楚一点再前进，不然我会撑不下去。小 L， 第一区域。好暗哦，干怪物。好啊，关门，崩开了吧？干，过来了！看不见我，就不行！干，我死定了！我不来吗？看不见我吗？别看他！突然觉得有点压力，怪物吗？都暗着耶，我的油灯也快用完了。There's nothing left. Everything is gone.什么也没有了，全部这都失去了。然后，我可以抓老鼠，不是吧？
都不剩了。可以叠吗？叠这里。哎，有锤子，什么用啊？应该是中华道具吧。这样有模糊状态，怪物吗？怎么我的视角不会好，不会回复？在意我，好暗哦。这是哪里啊？这是哪里啊？有，这边走上来的路嘛，我一上来就往这边走。Making things worse. Look, this is no place for a young girl all by herself. She could be hurt or worse. There's no telling what horrors await down there. 他可能会受伤，会受伤更严重。所以开始来帮他了。有人来了，然后赶快走，我会用床来挡着那个洞口，赶快逃走。就说一个吊腿床吧。接下来还有一间。看不到我吧，还在。
别看我，看不到我。 这是刚刚那对母子，他们挖开了洞了，他们是要逃离这地方，他们是不是去找一个人通知他，联络他，就是叫他小心王家的人的侍卫的守卫，然后这里超安，这里应该就不会有怪物了吧？不可能了吧？ 先走左边石路，谢谢。刚刚那两个油灯就是让我走这条路的，卡住了，出来了。 这是上去，这边就可以探险，只有一个哎，先走这边吧。 应该是不能摸，摸了会破血。摸一下，破血了，中毒了。吃一下，再吃一下 ，OK， always good， 一切良好。纸条在这里。 2nd of August, 1839. I have arrived at the village of Altstadt. It's a haven in the midst of a vast forest and the last stop before my final destination, Castle Brennenburg.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and the outrider, who has been with the coach since Bremen, advised me to wait until morning before I venture further. I've arranged for a bed at Der Mühle, the village's only inn, and am now waiting for the sun to rise. I try to sleep, but as I close my eyes, I see the men who fell victim in London. My fear and shame forces me to witness the same scenes over and over. They are dead because of me. 他说他们是指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就是知道那个有关宝珠的死的人，死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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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在后面经过，哎，看到我了吧？没有吗？哎，没有哎，没事没事没事。刚刚他看不到我，也未免太神奇了吧？但是一切良好，可以了 ，crystal clear。刚刚看见怪物，我还这么清醒，太棒了。他往那边走。条，哎，看不见他。仓库。司令，有动静。人在这里，刚有人说帮他。第三区域，厨房。蛮暗的嘞，这里，可恶。3rd of August, 1839. I feel like I have fled the world and all its worries. Brandenburg is a majestic creation perched upon a forest-clad hill with towers reaching well above even the highest pine trees. Following the winding road leading to the gates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discovering something forgotten, as if journeying with Marco Polo to the hidden Xanadu. Alexander, the Baron, is a peculiar but gracious man.He seems well-versed in worldly matters and is not at all as eccentric as I assumed. My room is exquisite, and I'm confident that no hotel for miles could even hope to match it. As the sun sets on Brennenburg, its fairy tale varnish turns to an eerie gloom. Alexander's strange servants are never far away. They are a quiet lot, and their behavior could only be described...as skulking. Alexander seems pleased by my presence. As he puts it, it seems like I got here just in time. 这个恐怖记翻译来了。Is he safe? Well, it's for his own good. 他安全了吗？那是为了他自己好。
刚刚放了一个怪物出来了，太棒了。应该是要装刚刚那个毒液吧，关宝箱啊，关起来，道具拿到就这么多，容器，然后in the kitchen， 这是提示吗？我应该是要拿这个去装，装了怎么用我却不知道。玩多久了？43，好了，先玩到这边，先玩到这边吧。那个热气我找到两张了，应该还缺一张，够再探索这区域解谜就可以离开，进入到下一个章节。应该是这样的流程吧，以我之前玩的那个经验来说，先就躲在这里啦，感觉上蛮安全的这里。然后今天从这一集开始，终于开始跟怪物作战了，要开始躲避怪物，然后开始要小心他们。之后的进度应该会变慢了，因为我会非常的小心，要死命躲，死命躲，死命跑那样，尽量不要死，尽量啊，好吧，这期先玩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见。